中国男星吴楚一近期连续爆料与演员陈牧驰曾有过段被情，还指控对方走红后就断联，风波不断延烧后，吴楚一日前再度发文透露，为了证实私下被骚扰而晒出证据和报警回执单，没想到又陷入自证的死循环，被酸民们不断谩骂。随后他公开了一段与陈牧驰的对话录音档，吴楚一要求对方发出道歉声明澄清争议，然而对方要求他先删除爆料相关的内容，还一度下跪求饶，发毒誓称如果自己违背承诺，未来将永世不得超生。如果我发誓的内容和我本质有任何的不一样，我的未来永世不得超生，然后一辈子被恶病缠身，我一定会做到。吴楚一强调对方食言在先，双方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，而自己手上握有多项证据，不担心对方提告诽谤。他表示目前已经接受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也决定不再回头看，未来会长时间抗战，剩下的就交给法律。Bye.